各位网友大家好，香港多事之秋，前途未白，在香港人惶恐之际，为香港命运占白一架，占白得山天大畜变山峰谷，细牛白虎坐鬼牛大空，应牛才也是鬼的盟友，坐鬼四弱，反对党已经侵入政府内部，表示特区政府四面受敌，众叛亲离，二鬼又发财被比劫动牛来克，又没有子孙牛来祭鬼，连警察都受伤害，这样的架仗连部下都作反，若是占白一个国家已经被叛军推翻，幸而只是一个地方政府，乱到极就反转，苦尽甘来。八月八日凌晨四时三分立秋后，子孙牛当令祭鬼，暴乱自然平息，不过入秋后就有人下台，或开始清算示威领导者，然后特区政府大破坑囊派堂以平息民愤，如果继续乱下去，代表示威者的子水黑衣人黑色属水，在农历九月土旺月黑示威者水，很不幸在中央忍无可忍之下大开杀戒，将难免有伤亡，然后平定暴乱，希望后者不会出现，希望立秋后一个星期左右一次平息。